好，所以我们要去拿鞋子吗？好，自己去拿鞋子。哎，我就，啊，已经开了。没关系，去吧去吧。大家等一下哈，不要，因为已经七点了，我们是七点直播。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等。等一下，孩子们等一下哈，不要心急，演员们等一下会出场的，到时候大家再用力的拍手迎接他们。哎，这样只有我没穿鞋，不要，我就这样就好。主持人要先跟大家分享看这个剧的心得。好，那我先开场好了。大家有想看我吗？其实没有。有啦，有人想看你吧。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大家赶快坐。你好，你好，大家好。Hello。好。好，那我们就好了吗？没关系，镜头先拍我吧，你们先准备一下。好，欢迎大家来到女人迷聊聊。我们今天直播的 大来宾是我们的奇迹的四位男主演，我相信大家已经等了非常久。然后本来我们女人迷的粉丝呢，也有人在站上问我们说，哎，这次怎么女人迷会第一次在直播上跟 BL 的演员见面。我就说对我来说，奇迹其实是一部很特别的剧，因为我跟佩瑜老师之前就有认识。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看他的 FB 的时候，看到他 FB 有一篇贴文，他说台湾的性别平权虽然还有一段路，但是他相信 BL 是促进这个情感连接的这个里程碑。那确实也是如此，女人迷一直在提倡我们都要勇敢的做自己，乐爱就是爱，然后以及我们去选择自己相信的跟做我们自己，不是更好，不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成为我自己。那这件事情跟女人迷的议题里面，其实在奇迹里面都有讲得非常的透彻跟非常的清楚，所以也是我们决定说，哎，我们这一次他们根本没有在理会我开场。认真来宾，我很认真。因为话太多了，就是好，因为我刚刚其实有听过你刚刚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刚刚跟他们碎碎念了半个小时。四个大男生很可爱，然后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我突然觉得有种莫名的尴尬，突然四张帅脸这样看着我，突然觉得不适应。不会，你今天也打扮得很漂亮。好，谢谢。因为我刚刚有跟他们说，我本身并不是专业的主持人，我本身也是做戏剧开发的，所以以往会见到他们可能会是在 casting 或是我们在拍戏的现场。这次在有镜头的前面突然变得好紧张，我要看一下小哥。好，这次会邀请这四位主演来，其实很想要聊一下像我刚刚聊到的奇迹的一些议题跟一些有提到的部分。其实也很想知道你们一开始收到佩瑜老师这个剧本，收到这个本的时候，你们觉得最触动自己的那个价值，或者是觉得最感动的那一场戏会是什么呢？嗯，我觉得奇迹这部 BL 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爱。我觉得它里面讲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爱是非常简单的，尤其是白中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它是最触动的。然后包括每一场，其实真的很多场，很多场戏真的都让我觉得很有爱，包括是我跟我家人的，或者是我跟范哲瑞的，就是整个谈话，佩瑜老师写的剧本的台词内容，都会让我感觉其实每一句台词都是有爱的分量在的。那有没有哪一场或是哪一句是你当下一看到就觉得说，哇，如果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可以讲出这句台词就太棒了。我觉得是我跟爸爸的一场戏，可是还没演出，所以因为现在直播，所以大家期待不能输一下。对对对，但我必须要说，在最近播出的是第九集，对对。然后白综艺出狱，
然后爸爸他们爸爸跟妹妹在门口遇到白宗义，然后他们两个很假装很平常的回到房间，然后吃饭，然后爸爸在冰箱里面跪着冰箱痛哭的那一块，我看几次哭几次，我不知道粉丝们是不是，我觉得那一段是很清晰也很沉重也很明确的爱，对，就是爸爸对我的爱，然后其实那段心情也是很复杂，就是包括我从监狱回家，然后到我家的巷子门口，然后就是看到我家，就是四年了，然后都没有回来，然后 那段心情其实很复杂，其实是包含其实对家人的亏欠，因为毕竟四年都没有见到他们，但其实也会有一种期待，然后也会一种犹豫，要不要去见我家人。讲到这一题，我其实很想问白宗义在这期间有没有恨，但是我又很想要听听徐凯在一开始收到剧本的时候的想法，所以这一题我们先往后放，我后面会问的。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最早看到剧本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泽瑞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他希望被接纳，因为他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皇门家族，然后被视为没有用的私生子，连自己最亲近的母亲也压抑他的才能， 不让他去展现，那所以他才放纵自己，然后去加入黑帮，然后到了黑帮里面，哎，确实看到了这些不像是他以前成长背景看到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这些人，他觉得有一点新鲜感，然后也很想要融入跟被接纳，而这个过程中，但是他依然是一个身世不一样，所以他在这个帮派里面他没有被接纳，他还是格格不入，还是被当作半吊子。但泽瑞他其实早就已经习惯这个世界这样子看待他，所以他呢用一种玩世不恭、轻浮跟我好像假装无所谓的方式去掩盖他的一种自卑情结。所以我觉得在有某些戏里面，我看到他终于被接纳的感觉，其实我是心中是很疗愈，就是好比就是我在跟宗义去分享我的身世的那一场戏，然后让他知道我所有的脆弱，我所有的最难最不堪的一面，跟我觉得最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最深处，但是他没有觉得怎么样，他反而是接纳了我，而且抱住我，所以在那边被接纳的感觉是泽瑞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深沉的爱。泽瑞自己有接纳过自己吗？泽瑞其实没有接纳过自己，我觉得我的感受，然后也有在后面一场也还没有演出的有一个场次，他泽瑞也去填补了他某一块不一样的缺口，在后面的场次，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感受到我抱你，就你跟我讲完那些话，我抱你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就是哦，原来我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有，因为我的感觉是我讲了这么多，或许你觉得很无聊，或许你感受不到我的脆弱，所以我用一种很没有那么严肃跟在意的方式去跟你阐述这一切。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很好，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换来的是。你替我，对你竟然可以共感我的情绪，所以那个当下，泽瑞是被接住。其实我觉得白范 CP 一直在剧中是一个互相接住的状态，就是并不是说生活轨迹一模一样，而是在不同的生活轨迹里面却可以理解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疗愈的存在，就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如果有一天当我在很需要，然后在我真的很难过，然后我觉得全世界都放弃我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这样无条件的接纳跟接受。对，确实在看奇迹的时候，在做笔记的时候，范泽瑞的笔记旁边我写了非常巨大的几个字是到处被排挤是格格不入。对，那江典呢，你自己在收到这个佩瑜老师的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哪一场戏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哦，这一句台词我一定要讲，或者是这个角色非我莫属，太适合我的那个瞬间。哦，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我
蛮常被我拿出来提到的，就是第九集，我跟就是艾迪跟陈怡的那场亲密戏。嗯，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读到这个剧，读剧本，然后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就他让演员的情绪有一个着力点，然后但同时又是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嗯嗯，就是这个，就是艾迪这个角色，就是。艾迪这个角色跟陈怡的角色冲突，就在这一刻，就是算是非常坦露，然后非常赤裸的被呈现出来。至少在文字上已经做到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靠什么，就是靠我跟陈怡，然后还有整个团队一起去把它影像化，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基底的话，我觉得这一场戏非常的吸引我。张典，你在读剧本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里面的艾迪对于陈怡的爱？因为艾迪从来没有被爱过，嗯，但他怎么去很明确的知道我非这个人不可，只有陈怡可以？因为那是一个很，我会形容他是一个有点莽撞，因为艾迪也是一个有点莽撞，在前面几集，我觉得那是有点莽撞，但是又很。想气又很直率的感情的流露，嗯，那是在你怎么去理解以江典以演员以江典的身份，你在读剧的时候最开始你怎么去理解这样子的爱？嗯，我觉得第一次看的时候都就是可以明显的知道艾迪是爱的诚意，但是我觉得艾迪他自己不觉得那个是爱，我觉得那比较像是他。嗯，他有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那个是爱，所以那对他来说比较像是占有欲。对，就是他想要占有一个，他觉得就是他想要占有，然后他想要保护，然后也想要被保护的那个人。但这个世界上就是再也没有其他人，因为陈毅就是给他没有过，就是不管是爱或者是。就是照顾或者是关怀，诸如此类。嗯，这世界上就只有他这么在乎爱。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粉丝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我一直在找，艾迪有没有爱自己，跟陈毅有没有爱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爱的基础上，尤其是奇蹟这四对两对 CP， 我都一直在看他们。就像我刚刚问徐凯，就是你觉得责任有接纳自己？其实这四个角色虽然都有不同的问题，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接住彼此，这件事情很吸引人。我觉得这是这一出戏很有魅力的地方，是在于说现在很当代的状态是大家都说我们要自我觉察，我们要自己接住我们自己的情绪，情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要自己消化。但奇蹟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告诉我们没有关系，有时候你真的很脆弱很需要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接住你，我们就好好的珍惜那一个人。而这个意识我觉得在艾迪身上其实表现得很清楚，因为艾迪没有办法爱自己，我甚至不知道 我目前不知道艾迪到底有没有理解爱是什么，但他能够去理解的是陈毅不断的在接住他，虽然是用扛的啦，扛住他对吧，啊，那陈毅呢博文，你一开始在看陈毅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剧本跟怎么看这个角色？嗯，我是以一开始试镜的时候并不是被排到陈毅的角色，但是我在看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想要争取看看陈毅。一开始原因是觉得说诶，这比较符合 我的外形，这是最，嗯，最直接最单纯，因为一开始我拿到的初选是艾迪，因为最帅吗？没有，是艾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记得是艾迪。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艾迪跟陈毅的话，我会比较像陈毅，然后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比较适合陈毅。的原因是什么？我有艾迪过在初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进去，然后一整排艾迪。我怎么演？我就在那边诚意，然后那个诚意，你要拿出你的诚意啊！那边都那边来无影去无踪那种感觉。那时候还没有来无影去，可是我就一直在那边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绕来绕去，尽可能让自己动起来，不然很大一次会看起来笨笨在那边。
然后再到后面，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得失心很重，然后在我们家庭比较不会这么坦白的告诉大家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诚意是这样子。然后我相信后那时候我们还没看到后半段，我觉得相信到后面他一定会有所转变。然后我觉得我在人生经历就是过了到了。团体生活之后，我开始觉得，哎，大家是需要互相帮忙的，然后你也可以找人互相倾诉，然后你也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爱自己的东西，就是一些原因等等。原来我有这些让别人爱的。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博文，我就说我真的。看到目前为止，我真的不知道陈毅在想什么，然后博文就崩溃，为什么我来受访，我还要被我没有骂你，我想我说我没有骂你，我只是不解陈毅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太神秘。对啊，所以我就说我如果今天真的有机会，我可以采访到奇迹四个人，我一定要问陈博文这件事情，你觉得陈毅在想什么？我觉得陈毅在压抑。他不是，他就像我讲的那样子，就是他没有团队合作，他只想要一个人扛起所有事情，所以他想要用自己能力得到老大的认可。然后他像哲瑞说过，就是不要误把崇拜当成喜欢。嗯，我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觉得自己很在乎老大给我的关怀、鼓励等等，所以我觉得，哎，也许是他，我也许喜欢的是他。我就爱的是他，然后刚讲到哪里？啊，就是得失心。哎，不是，好，没关系，我们可以舒服的进到后面。哦、对对对对，应该是说也是呼应刚刚博文有提到的得失心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佩瑜老师在做这个剧本或是奇迹的故事，在讲这四位角色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对比然后很巧妙的不同，但他那个不同并不是说 A 跟 B 的不同，而是一些很微妙的一点点的差异。例如说像是白范 CP， 其实徐凯刚刚哲有提，徐凯有提到哲瑞是从来没有被家族期待，他是被家族不期待的那一个人，但是呢白宗毅这个角色却是被家族期待，毕竟是个高材生，然后成绩又很好，家里很多东西靠他扛，他也很习惯一个人扛，他对自己也期待，对家庭对他也期待。那另外像是陈毅跟艾迪这一组，他们从来没有被期待过，然后甚至他们口头禅是你如果想要活你就不要来当兄弟。所以其实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爱，但是当然很多的绝望，那个绝望是在于说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要活下来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动人的一点是在于说我生长在没有期待的家庭或是很多期待的家庭，我其实在很多的压力之下，但是我却还很愿意去接触别人，跟我没有打算要活下去，我认为我的人生没有未来，我是这么绝望的状况之下，我却爱得很勇敢。我觉得这东西都是非常这出戏里面非常动人的这一件事情。那也想问问四位演员，你们在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们认为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剧中的角色里面，毓桐，你认为白宗毅怎么？白宗毅承受比较多的压力是我家庭给他的压力，还是自己给自己的期待的压力？我觉得他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因为我觉得其实爸爸跟妹妹那边其实是一直非常支持白宗毅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其实他就是看清了他们家现在的现况跟现实，他知道自己一定要努力才可以改变他原有的家庭的情况，所以他从小家里就是没有这么的富裕。对，但是因为他爱着他的家人，所以他想要让他们过得更好。嗯，对。那在你觉得这件事情会造成白宗毅决定自己爱上或是发现自己爱上范哲瑞的一个压力，或是一个很困难承认自己爱上他的一个点吗？还是那只是他自己的，他要自己去消化那个情绪？不会，因为我觉得白宗毅这个角色是一个，他不会像范哲，不会像陈毅一样，就是他不会压抑自己，
他其实是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感觉，就是表露出来的、所以他爱上范泽瑞就是爱上，很简单、很直觉，就是告诉他我爱你。对，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是使他的一个压力，他愿意去接受他所要面对的一切。对，确实，因为白中义那时候告白的那一场戏，我自己回看了好多次，直球对决，超直球哎、欸！我没有想到白中义这么直球，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终于确认了这一对 CP 的身份组，就是组从关系。然后，因为我原本觉得哦，白中义应该是比较被动的那一个角色，但其实确实，我觉得你。说非常非常了解白中义，白中义确实是他知道自己爱上了，他决定了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哦，我就是要去做，我愿意爱了，我就是直接决定去爱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棒，是在于说在《奇迹》这一部戏里面，其实他脱离了很多很早，就是因为我从很早很早，大概着魔或者是师妹那个时期，其实就有在看 BL， 在那个时期，其实每一出 BL 大部分都还是会有一个女角。对，都还是会有一个女角，然后很多的障碍跟很多情感上面的冲突是来自于女性或是家庭的反对，就是还是会比较传统一点。但其实我们在《奇迹》这一出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情感的冲突都是来自于外在的事件，那个事件并不是家庭，像他们是身份上面的，然后他们是情感上面的，而不是在于说哦，我好像因为世俗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世界的脉动或者是当代的诠释，我觉得是非常精准的，我非常的喜欢。所以刚刚你讲到白中义那一点的时候，我有个对，没错，我想的太复杂了。白中义就是一个很简单、简单的爱，简单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简单的付出。对，那徐凯嘞，你怎么去理解家人？去那个。范泽瑞对于自己家庭对他自己也不认可，然后包含你刚刚讲说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敢去爱？因为他也就这样被推上床之后就接受了这个部分，他的心理活动是可以聊聊的吗？我的感觉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泽瑞他就是想要被接纳，那其实这样的接纳，这样子无条件的接纳，应该理当来说会是家人给予，但是他家人不给，但反而遇到了中义，然后当我慢慢的吐露出我真诚的一面跟真实的我自己的时候，反而被中义这个人无条件的接受了，所以那个时候泽瑞才把他自己的爱想要给出来。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在六七集的时候泽瑞跟中义其实很快的进入到一个境界，对，但是也很快的发生了那个杀人事件，就是很大的冲突事件，在第八集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泽瑞已经有一个可以完全接纳他的人，但是发生了这件事件之后呢，其实泽瑞没有办法接纳的人是自己，对，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因为我的所有身份带给我一个无条件接纳我的人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和困扰在，对，所以其实对，所以我觉得他内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为他心疼，但是这个原生家庭童年这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所以我在这个角色上面看到的是，就是能够选择的好像还是自己，你选择该怎么做，该怎么样去脱离这件事也好，或者是放弃，或者是接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心态一定要跳脱健康这样子。因为 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我很喜欢泽瑞这个角色，跟我很想饰演他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某一层面跟他其实有点像，就是 我虽然不是豪门家，喜欢被推上床的对不起，在你很深入的部分，我刚刚只有想到这个东西。对，这个也是错，也是错。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度期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很想要被接纳，所以我其实很在意别人看法。比起他勇往直前、直冲冲的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顾虑的是太多事情跟太多层面，跟我自己的枷锁。
太想被喜欢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以我自己的人生当中的话，我在以前也蛮常去陷入这种情境，就是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评价，导致我自己把自己越说越小，不够有自信。嗯，但其实我现在会透过这个角色，也是我现在成熟一点之后，我会觉得说这样的心态其实可以转变一下，就是其实某一种程度的自卑其实是过度自恋。嗯，因为你都觉得别人在评价，别人在看你，你好像就在那个 spotlight 底下。嗯，但其实换位思考去想，你也不会这样去评价每一个人。嗯，所以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得那么的期待那么高呢？就是好好做自己。那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这样讲有点不礼貌，但是因为年纪的部分，通常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女人迷都有持续的在关注一些性别跟年龄焦虑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发现，真的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一样状况，大概要到30岁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叫冒牌者症候群。冒牌者，对，冒牌者症候群，就是我不应该，我不配得到这个爱。哦，对对对对，包含说例如说有些明星也有一些艺人也会，我认识的一些艺人也会，就是他们认为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被喜欢是不应该的。嗯，其实我觉得范哲瑞也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嗯，他没有觉得，因为他自己不接纳自己，当你自己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不管那个人再怎么接住你，对，你都很难相信对我可以好好的掉到他手里。嗯，不是不相信说白综艺没有接住我，是担心说我可能在空中，尤其范哲瑞身手不错，可能在空中摆个三回旋之后，我自己掉出他的掌心，那是一个很明显的冒牌者症候群。我不应该得到爱，大家都说我很优秀，大家都知道我是神童，但我从小都没有得到爱过。嗯，所以我不配，也不应该得到这个爱。我觉得那是他在感情里面遇到最大的困难。嗯，但这样子的困难，其实在艾迪还有陈毅这一组，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因为这一组你们不是没有得过期待哦，你们是对自己也不期待，你们只想死。哎，我们也不是想死。其实我只是把明天当成，刚好讲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对啊，还要活在当下。台词，我那天还在想说，我如果再刷一次，我要数一下艾迪到底讲了几次。你想死，你想活，你就不要来当兄弟。哎，我以为只有对他说过，你对我说过这句话，就是很多变化型的概念，就是常想到死，对，走死啊，对啊，弄死你啊，对，对，就是这一组是没有活，没有很强烈活下去意图的这个爱，我觉得很有魅力，就是很，你都自己都不爱自己了，你到底为什么哪来的勇气去爱别人？尤其艾迪真的爱得很，虽然说是占有欲，但是。到后面我觉得一定是有爱，然后包含诚意也是，虽然还没有演到那边，我真的不知道诚意在想什么，观众不要骂我，真的不知道诚意在想什么。但是我倒是觉得，我只知道他喂他吃的猪脚面线。那是你做的，他吃哦。好，那是你做的。等一下，我先思考一下，我不要。你看，准备准备好多辣椒，你准备好多辣椒。对啊，蛮贴心的，各种爱吃肉。那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线？没有了，出狱就要吃了。不是啊，出狱对，出狱对，你知道吗？对啊，这是一个香，只是因为你不过，哦，原来你都不懂这些细节。哎，其实我真不懂，所以你就想说，干嘛叫我吃猪脚面线？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反正那个是他觉得对我好的方式，但是我不接受，这样。但他我不接受的话，我就走不了。那合理合理，对啊。所以我就还是硬吃，这样。嗯，好可爱。我原本想说，应该是因为从头到尾都他的背上。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走在路上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吧？对啊，都一直被扛着。嗯，其实蛮幸福。我走路不用。还是回到我们的问题，消化好了吗？就是刚的疑问是在于说，因为在这个剧本里面，你们这一组其实是互相本来就在一个比较打打杀杀的环境里面，然后也比较看不到未来。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陈毅有问了艾迪一句话，是那时候艾迪回学校当卧底，然后陈毅问他说你还想回学校吗？我觉得那一句很能够体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很能体现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或者是对彼此之间的爱跟信任。所以如果我刚刚问题太大，我们就是小一点，我们就往这一题来问好了。
我会比较想要知道艾迪有想要回去上课吗？然后跟陈毅，你为什么会觉得艾迪有想要回去上课？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学校是一个很青春、很阳光、很明亮、有未来。嗯，我觉得，该怎么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一半一半。嗯，对，我觉得当下的时候，艾迪是有想过要去高中上课，或者进到学校里面，因为他就是在当卧底一阵子的时候，他其实有体会到一些就是校园生活独有的一种温馨感，对，很可爱嘛。我们最好一云蒙哪来的变装舞会是不可能这种东西，我每天在打打杀杀。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艾迪其实也，我觉得他真的进到学校的话，他也不会试的。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不完全可能满足于他那时候的生活，就毕竟就是他真正想得到的东西，他还没有得到。这样，对。但是当下其实他的那个感觉，是因为他想要跟陈毅赌气。我随便跟他讲，对，说我以为你不好当兄弟，这样，然后我就是，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脸就当同学，然后他又偏偏就讲了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我知道他想要关心我，但是我就觉得哦，我就是偏不要再自首给你关心，像我这种就不要做梦了，这样，有点傲娇的概念吗？嗯，对。那陈毅呢？那时候是认真觉得艾迪想要回去，还是你是期待艾迪可以回到一个有未来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刚刚说我们好像很想死，对，应该说没有想活。我们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活到明天，我们是拼了命活下去。然后我觉得，因为在一起被收养之后，毕竟我年纪比较大，所以大三岁的人恶意，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设定，就是老大叫我一定要照顾好他，然后也因为我发现他生病，所以我救了他一命，所以我觉得我在接受这件事情，我永远走在爱的前面，所以我好像现在有能力让他回到所谓的正轨，所以我问出了这句话，而且他看起来很开心。哦，是哦，不知道，就是以。诚意让你看到，然后你又去变装，你会感觉你多才多姿，至少不是在帮你打打杀杀。我觉得观众看起来也觉得艾迪蛮享受于那个学生生涯的，毕竟他还是穿着裙子嘛。对啊，对，真的是享受的。因为之前都是老在我前面，然后现在感觉我好像可以照顾，更可以照顾他了。所以我才问他想回去吗？那你呢？你自己想回去吗？我觉得陈毅是觉得，如果他要回去的话，我势必要继续待在这里，因为我才能保护他。就算你们两个可能不在同一个世界，就是我那时候会从变装舞会，然后跑回去，原因也是听到陈毅受伤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心思就全部都没了，然后就立刻就是冲着，然后冲回艺云，我看他到底怎么。所以，如果假如说他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顾好的话，我就是压根就不可能顾好我的学校生活。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看一个例子。身为观众，我是觉得两个可能没有办法离开彼此，对，就是有一个可能身上有装一个什么 air 弄 air tag 的那一种，就是你距离太远就会哔哔哔。我自己看你们这一组的时候，感觉是这样。那也很谢谢刚刚大家的分享，然后刚刚徐凯也有聊到说范哲瑞这个角色跟他自己有一些有共鸣的地方，你蛮好奇毓桐自己去做综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跟自己最像或者是最不像？我觉得最不像的地方是我毓桐本人，他其实是不会把内心的话讲出来的。对，其实徐凯真的在从去年认识到现在，真的很常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对说我可以，但其实好像不太行。但综艺这个角色就是
像我刚刚说的，他就是有什么就讲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情绪就表现出来，或是爱就真的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我爱他，但我自己本身是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你不善表达，是因为家里自己本身也是比较不会表达的家庭，因为有些家庭比较传统一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会很常说我爱你，或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棒，类似这样子的，还是你自己本身的特质？我觉得两个其实都有关系。可以问一下你的 MBTI。一个屁，你为什么会是 I S C E J 吧？我记得是你是 F O T 是 F F 你是 F O T 啊 F T F T P 的另外一个错 P 乱了乱了乱了 I S F J J 吗？猎人再次 I S F J 吗 ？J 的是比较直追啦。观众拿自己，帮帮我查。P 是比较 ，P 是比较 ，P 是比较直觉。对 ，ISFP 的。我刚才手，所以是什么？备忘录还有记录，我是哪一个 MBTI？ 所以你是 ISFP。好，我不会背每一个人格，所以观众们，如果你们正在看，查好之后贴上来给我。我很好奇，因为我也是 I 开头，是 I， 我自己也忘了 INFP 之类吧，我。有我 IG 当中有写，我自己不会背。那我是走，我很特别哦，探险家是不是？对，探险家。探险家，我自己也是 I， 但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认真分享我自己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很困难，然后要不断的自我觉察，我觉得那是。我实际上是接触我做最多自我觉察的经验最大的那一块，是我很沉迷做戏剧开发的那个阶段，就是不是做制作，是已经就是真的很纯粹，从还没有故事哦开始去找导演找编剧，然后我们在策划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疯狂的在不断的自我觉察，就是我办不到我办得到了，然后跟我家人是这样，我家人不是这样，然后我开始试着说出来，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写东西，所以我觉得自我表达这件事情对演员来说，或是对未来任何工作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这建议，但是我还是可以建议一下，我觉得写日记非常重要。对对对，我非常鼓励每一个人，不管是演员或是观众朋友，我觉得好好的写日记，然后去好好的记录下来今天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我有没有很快乐的事情，然后如果我有很伤心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在明天让这件事情变好，或者是它不会变好，它就是一直就是不好，它就是不快乐的事情，我们就承认吧，我就是不快乐。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就像刚刚毓桐讲的说，你跟白综艺很大的不同是在于说你没有那么勇敢那么直接，但有时候我觉得勇敢直接不是我说出来就好，而是我自己在内心承认都 OK， 我承认我就是不够有才华，我承认我就是爱上这一个人，就是你内心承认了，表现上面都会大家都会心情舒服非常多。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讲，就本来就比较不善于表达，对外表达的人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白综艺对白综艺来讲就是跟喝水一样，就是真的每个人状况不一样。那徐凯呢，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除了刚刚讲到的家庭，还是就那一块，就是跟范哲瑞最一样跟最不一样的部分。最一样就像我刚刚分享，那最不一样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豪门世家吧。因为毕竟这个角色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们对钱的价值观，还有任何礼数礼仪，然后跟价值，跟对金钱的看法，我觉得那是真的是稍显困难的，因为那是我没有经历过。对，因为我从小就是算是家道中落，然后从14岁就开始打工，所以我有点像是跟白综一样，就是从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工作，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跟泽瑞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但
我们比较像就是我们内心有这样子渴望被接纳跟柔软跟容易共感的这样的心，温暖。嗯嗯，爱迪讲点，嗯，你跟爱迪。首先是我没有那么易怒，然后我没有那么火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就相较爱迪来说比较不容易被冒犯。嗯，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爱迪可以为陈毅，就他最爱的，赴汤蹈火，然后上刀山下油锅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相同的爱，但是我不一定能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生长环境太不一样。他是一个就是认清自己可能没有明天的人。嗯，那博文跟陈毅呢？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我还蛮常把自己心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分享给别人，然后希望别人可以给些建议，或者是我可以，我其实也不是一定会照着他的建议做，但是我会听每一个人给的建议，或者是他遇到什么问题要怎么处理，然后去从中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最像的一个点也是这一个。就是我在遇到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把这件事情拿回家自己想，然后我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不敢，就是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这种感觉，然后就会藏在心里。嗯，就当你遇到一个太庞大的事情，不知道怎么问。对对对对对对。可以问一下你们四位的 MBTI 他就是 ISFP， 嗯，我是 ENFP， 你是 E， 对，哦，我好像跟芋头一样，啊，真的，对，也是探险，也是探险，今天是有点冷，有点冷吗？没有了，你是他感冒，哦，是感冒，电风扇关掉吧，没关系，会吗？会冷吗？是不会，其实不会，不会吗？可以吗？对，嗯，好，我是 ENTP 或 ENFP 两个都测出来，你需要什么？哦，很棒哎。我很喜欢跟一的人相处，会让我自己觉得很有精神。是，他对对，真的让人家对啊，自己相处就会无精打采。因为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独处。可是我只要跟一的人相处，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是一开头的，我突然觉得人生变得很快乐。但其实我有一部分也蛮喜欢独处。我觉得一的人就是到后来就是要学会跟自己独处。哦，对对对对对。然后 I 的人就是要学会如何把你内心的世界展现出来，去跟人家连接？我觉得比较是在你低能量的时候，你要怎么获取能量？在你低能量，在你低能，不是低能哦，是低能量。就是当我很沮丧的时候，我如果独处，比较能够获得 power， 可能很多大部分是 I 开头的，对，但一开头的通常是我要 party， 对，我要出去找那个，我要出去疯一下，然后我疯完之后回来，我觉得获得很多的 power， 我觉得那大部分都会比较是。那我就要去打球，我好像去打球啊，因为其实我测出两个，我测出 ENFP 跟 ISFP， 哇，哦。就是好像是，我觉得，我觉得反正是状态，我觉得是状态不一样。就是他可能是用艾迪的这个角色，不小心进入海川去，对，进入海特那个，太入戏了，真的是。那回到刚刚，网友一直在问我说，可不可以赶快让网友提问？我现在问哈，来，没有啦。其实应该是说，原本我在访纲里面也有，之前也有给四位演员。看来我跟观众是有一样的心思，就是刚刚讲到太入戏这件事情。哦，粉丝们也一直在问，很多演员在下戏很难去脱离角色，然后大家会怎么去让自己入戏，然后下戏，然后出戏，甚至是怎么去培养彼此之间的感情？嗯，我们就两位两位。好，嗯，我先说说自己怎么去入戏的好了。嗯，因为我其实，在开拍之前，其实跟导演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就有一个，嗯，那算是一个实作吧，就是导演让我，那时候你没有在，那时候我在，然后就是让我。那我走来走去，然后说综艺会觉得开心的事情，你还记得？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了一个，就是去，因为
因为白中义很穷，所以他去早餐店买饭团，然后他只能买一般的饭团，然后但其实他想要吃的是就是饭团加蛋，但因为他舍不得花十块加蛋，然后老板就看他就是长得帅帅的，然后就加一颗蛋，然后不付，就是不要让他付那个加蛋的钱，这样听起来很棒。对，然后因为就是我就想到这件事，其实就真的蛮符合白中这个角色，所以每次开就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状况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想起那颗蛋，免费的蛋，对，好可爱，我很喜欢这。那是一个感觉啦，我觉得那是一个感觉，对对对，就属于白中义的感觉。我觉得很棒，我很喜欢。其实有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一个瞬间，就是最简单，然后最可以让你就是很小微小的事情就可以让你比较开心。哦，很棒，我很喜欢这个分享，哎，谢谢。那徐凯雷，你跟范哲瑞。我要怎么出戏或入戏？对啊，出戏的话，我基本上我就是去给瀑布冲一下，跳到大海里面的 reset 一下。就是我很喜欢大自然的，就是我很常可能真的在演完一出戏之后，我就会让自己放松、放电一下，然后也会带他们一起去给大自然洗礼。所以你们都去当过猎人的吗？我们算是当过猎班吗？对，然后。入戏的话，我会觉得，就像芋头说，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角色功课，我觉得这些分享都可以分享到很细。但是我可以大概的讲一下，就是我认为的，因为我认为演员是一个非常需要投入真挚情感的职业，所以我是一个很愿意去想要跟对手产生有意义连结的一个演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演。有爱的一个戏，其实我们之间必须要有爱，有感情，有情感的连接是。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是就是必须去花时间去理解这个人，还有理解他的心思。所以在很多次的分享当中，我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是有年纪上的代沟，跟思想上面不一样，而且他是一个 I 人。然后自以为是艺人，就是有很多就是必须要互相理解的地方，所以我很感谢芋头，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趣、很幼稚，又很，就其实又很蛮聪明的一个人。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认识他了很多，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好像从原本的有代沟，有很难。走进彼此的心，慢慢走到彼此的心，而去演了这场奇迹之后，我觉得他很大的一个凝聚力跟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真的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彼此的了解，而且就是建立对彼此的信任，对信任。哎，那我就问，我可以多延伸问一个小题。就是你们一开始在读剧本的时候对手的角色一定有想象，但实际上看到这个人，然后他实际上你们认识在了解的过程里面更具象的这个角色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觉得，哦，太棒了，这个白中义就应该是他就是这个模样，或者是哦，我可以有另外的表演，或者是可以有另外的感觉，类似这样子的想法吗？我会觉得很特别的一点，跟我觉得是一个奇迹的瞬间，是我一开始在看到芋头跟知道他是白中义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跟我自己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很特别就是我在后来发现，哇，其实他就是白中义。而那个 moment 让我感觉就是泽瑞在戏里面其实也没有办法一开始知道他会是他对的人，对，而在后来真的相处之后才发现说，哇，我可以为了这个人改变那么多而付出从来没有付出的真心。所以我好像在我觉得在平行世界，就是一个是戏剧里面，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都可以感觉到，哇，这个奇迹的瞬间，那个瞬间，哇，天哪，这回答好浪漫哦，我喜欢到走了，很棒哎，没错，对，我觉得确实是如此，
就不是一开始 就知道他就是那个。对，你经过相处之后，我发现他是对的人，然后他就是我那一个白中义，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白中义，还是真的在故事里面的那个白中义，其实两个感觉他合在一起的那个瞬间是奇迹的瞬间。对，很棒，好喜欢这回答哦。谢谢。而且我遇到他就觉得他是犯者。哇，所以其实是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他白中义在里面就很快的，就是很快就是喜欢他自己。现在好像进入一个粉丝状态，等下不行，我要专业，我要当一个专业的人。我一直很担心我自己粉丝滤镜会不想开太大，大家记得提醒我。那艾迪跟陈毅呢？你们在出戏跟入戏？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演员，就是我比较擅长。一个没事没事，笑，你是不是在跟我想一样？对，好，没事，没有，就想靠别人之前，没事。好，好，我不懂你们的默契，但我喜欢你们这个我不懂的默契。因为我太懂他们的默契了，很棒。啊，我懂了。好好，反正我有一个，我觉得我进到角色的方式比较是直觉型，但直觉型这个方式或这一套就是它有好坏，但是反正现在就先不提，不讨论，对，先不讨论。所以，因为我知道我跟艾迪之间有某一些相，就是在人格上面有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在，就是入，就是要上戏之前，然后赶快就是大概略想，就是想过一遍，就是等一下要拍的所有内容，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这场戏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它会怎么发展，就把这一切顺完之后，然后。试着活在当下，嗯，也很艾迪耶，因为真的就是，我觉得艾迪就是他其实就是想到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所以如果想太多的话，反而艾迪这个角色可能会没有那么自在。我觉得是，对，所以活在当下基本上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关于艾迪，我也想要延伸问一个粉丝也有问，这不是我私人问题哦。但我自己私人也想问关于艾迪的服装哦，怎么服装那么百搭呢？不是，我觉得很棒哎、欸啊，因为艾迪很疯，所以他的配色也很疯。对啊，然后重点是，不管是艾迪或是江点，你都很适合这么疯的颜色，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亮蓝色，然后亮黄色的外套配亮紫色的。那就是的衣服、啊，到底谁会这样搭还豹纹呢？那你穿在身上却这么好看，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造型师给你很多的意见，还是你就很乖？就是艾迪，就是你给我衣服，我就穿，这个有打折我就买。哎、欸，但其实我对艾迪的想象也是有这么疯，只是我不太确定到时候就是最后呈现出来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造型师就是在定妆那一天。就是发现说哇，我的衣车是他们脸多的，对，真的超多，而且就是这整车都是超级彩色。我真的拜托奇迹的剧组，你们如果有要贩售衣服的时候，传私讯给我好吗？我要去买。很多人根本就去找他衣服，我要把艾迪的衣服都买下来。就算我知道我穿起来不好看，我觉得我儿子长大也能穿。带过我。好，我补充一点，嗯、就是。就我说活在当下，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因为就是毕竟我们两个就毕竟还是要就是培养一些默契之类的，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就不是指前期，就是在拍戏当下，短时间之内，我们可能会在镜头之外或者 action 之前，就先讲一些干话，或者是先即兴一些这场戏可能之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就变得我们可以把我们即兴的内容就是顺着带到正戏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就是一个小默契。很棒耶、欸、我很喜欢艾迪这个角色、不管从服装跟表演的状态我都很喜欢，然后很疯。你看想说天啊，这孩子好疯啊，但是好可爱。
而且长得很好看。陈毅呢？你在出戏入戏，然后跟陈毅的服装就蛮中规中矩的。我比较喜欢浴池的那一场戏啊，不穿啊，或者是跳跳绳嘛，那些都是我喜欢的部分，但没有服装搭配的问题。对啊，再怎么中规中矩，没有白中一中规中矩。这倒也是真的。哎、可是你们的服装，我原本也有点想聊，因为你们的服装都是一直互相搭配的，就是你穿白色上衣、灰色裤子，你就穿灰色上衣、白色裤子，你们一直走一个。有没有在一起？你们的服装都走一个 CP 感哎、欸，是，对啊，而且后面好像有一点互相交换穿的感觉，有，我觉得很可爱。我要对，我觉得入戏的话，我会先想一下，然后说这场我从哪边来，然后就像刚刚，我觉得像你刚刚已经讲的非常完整，因为我是会向他请教的。所以基本上入戏的方式就是像他那样子，然后可能没有这么厉害，没有这么直觉，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想得够清楚，我才有办法做到。我没办法像他那样子，直觉就抓到一个调调，也抓到一个怎么讲雏形。嗯，对，但也不是说对他来讲，那不是一个我请教他或者怎么样，只是他跟我分享他的方式而已。嗯。然后关于出戏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去打个球，去运个动，不管是团体运动也好，或者是个人自己去健身，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讲是一个舒压的方式。一人，对，嗯，完全，对不起，我熊熊发现八点，我可以申请加长十五分钟啊，我有问题没问完。哇，对，我们八点到了，然后大家敲完。敲碗，我们哪一种碗不能结束？哦，好，那我们我们本身还有一些问题没问完，我尽量帮大家多问，好不好？好，我自己内心也很想问，然后我不是很确定有没有这个设定，是在于就粉丝有问白综艺跟艾迪两个人在监狱里面的铁窗生活。哦，我想一下，特别问到。我今天没有带笔记本，我忘记了。这张很好用哎、欸，对不对？对啊，对，哇，那艾迪就没办法。艾迪，你记得吗？我记得。铁窗生活，就每天要提醒他发生的事嘛。因为艾迪很贴心、欸、其实我觉得艾迪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他，就是去交朋友。嗯，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蛮懒得理白综艺，只要确认他安全就好了。那、我觉得做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也不太确认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在里面可以干嘛？其实我自己没有设定，但我觉得一定是蛮无聊的、啊。他有学在做蛋糕啊？你有学一个做个兵器、啊？其实你也是也会做蛋糕，就你会在我们都懒了四年吧，没把业的在帮我切草莓之类的。对啊，对啊，反正就是一直做一些他想做什么，就是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就会陪他一起做这样。我觉得要切草莓 ，OK， 我就收起刀子，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大家那个感觉就是你在我旁边跟在我旁边那种感觉，应该之后大家应该会感到。算是啦、啊，就是我们还是会讲一些彼此的，就是分享一些彼此的心事。嗯、但他就很快忘记了。对，我觉得，这样是很好分享的。有时候，对，所以你可能一直在讲你有多爱陈毅，或是多恨他。反正你明天就忘了，对，就有点跟自己家阿猫阿狗讲。对，这种感觉。哇，好好用。那你在入狱之前，艾迪在入狱之前是先跟老大打讲了一通电话，然后就是脱离了帮派。那陈毅，你是经由老大的嘴巴知道这件事情，当时的心理状态，然后跟最后你去接他的时候，这也是粉丝的问题啊。你最后去接他的时候，你的心理活动大概是什么样子呢？而且他还不跟你走，他还要跟着白综艺走、欸。心理活动，你说我借由老大，对，你知道原本跟你一起，你的兄弟今天要离开你了，但是像我们刚刚有聊到，其实你也希望他是往有未来的地方去。哇，这个回答会不会剧透？
很难是不是？好，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为什么。就像我见到他，叫他吃完东西之后，我问他的为什么。那我觉得那个为什么，我可以直接讲。我觉得那个为什么不是问他为什么那碗会那样对，而是为什么要替我进去，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多的为什么，不是只是单纯在问大家以为的那件事情，或者是艾迪觉得我在问他的那件事情。那其他的。就是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吧。好，对，未来可以你会很大。那讲一个没有剧透问题的，就在第九集，陈毅，你是真的喝酒吗？哎，我真的没有喝酒。第九集的哪一个？第九集就是前面那些，那个是比较得，对，是比较得。你在讲真实情况，还是讲陈毅有没有喝酒？真实情况，陈毅在演这个。博文在演陈毅这个角色的时候，是真的喝酒还是假的喝酒？所以陈博文有没有喝酒？没有。但陈毅在剧中是喝酒的，对。陈毅在剧中是喝酒的。那你们现实生活中四个人一起喝过吗？除了当猎人以外，有猎人不会喝酒啊？有。谁酒量最好？哎呦，我记得哦，他被控，对啊，尬尬哦，哎，什么意思？我忘了我那时候一直在学我台词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综艺未来是要当明星，什么时候？就你们来我家，哎，就是公主抱她走下楼那一天，然后我们早上没事，我们去拍，哎，拍那个，拍我们自己拍的照片，对，然后就结束。反正那天我们就在旁边一直听你们演戏，然后就在那边学台词。对，我们的综艺未来可是要上综艺，当综艺增加了很多获益，一直在营销，反正一直在那边什么意义。哦，我喜欢这个哦，我觉得好好笑哦。那拍戏最有趣就是这个 part。看奇迹对我来讲非常的快乐，是因为他第一集一打开那个豆浆店老板就是我认识的人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是对那个啊，江导啊，对，江挺成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他不算老板啊。他算店女人，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又看到玉堂姐，她演那个妈妈家长会，还听到佩瑜老师的声音嘛？对啊，很惊喜，对不对？好多老师有出现，很多彩蛋，对，我有看到。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哦，拍戏的工作人员都出来了，我一个我出来主持也是可以的。不要有冒牌者心理，身后群。对，我确实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好，我们都可以。好，那粉丝还有问一题是说，哎，我刚看到一题，我觉得有趣。艾迪为什么不直接跟陈毅告白？明明艾迪就天不怕地不怕。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艾迪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应该说。他觉得他可以做什么？他觉得他该怎么做？他觉得他什么都做得到。他觉得他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他不，我觉得他，哎呦，好烦哦！哎呦，很烦哎！讲到爱就是很难。对啊，就是这题让我想一下。而且其实他是有一种傲娇，他其实是想要陈毅跟他告，跟你告白。那陈毅为什么不跟老大告白？我觉得这一题呢，让我想一下。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活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明天。那我们有资格去谈恋爱吗？但其实我倒是这个身份跟我跟老大的身份，就是如果。
如果讲的时候，我还有办法是现在这样。嗯，因为你们两个都爱上一个有爱上别人的人。嗯，可以这样说。对，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蛮痛苦的，尤其不知道，我觉得艾迪虽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又很直接，然后什么东西都很直觉反应，但会不会就是，但他也不想受伤害啊，就对，所以觉得现在这样的关系可能就是已经是最好的、嗯、最舒服的状态，所以其实艾迪很胆小。重新回答一下，嗯，把那段剪掉。时间支配者，就是我对老大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想要隐藏，但是被他发现，但是我并没有真正觉得我是爱老大，我只是非常在意，然后我希望可以从他那边得到认同，得到一些东西，而不是真的觉得说哦，我爱的是他。只是被他解释为，你那么爱他，怎么把他带回来啊？因为他想要让你生气。嗯，比较像是一个存在的理由的认可吧。嗯、就是因为是被老大捡回来的，所以老大的存在跟老大的认可，就是诚意这个角色，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吧。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他不是父母而已了，是一个更巨大的存在啊。想到了，好了。哦哇，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诚意其实一直都是喜欢老大的，嗯嗯，所以他就更不可能在就是诚意有喜欢的人的情况下来告诉诚意说他选他，因为这不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好、嗯、对、嗯、因为他一定有，因为艾迪一定有私心，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诚意可以永远都陪他，然后眼里只有他一个人，因为艾迪是这样看成。嗯嗯，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得要大声说出来是没有错的啦，更何况我们是没有明天的人，我们更应该要就是及时的告诉对方，就是我是爱他的。对，嗯，其实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做到这些事情，一定是带有某些欲望、某些私心，然后某些占有欲，这些事情会影响爱流动在这两个人之间。那那个时候，艾迪把，因为陈毅喝醉嘛，然后艾迪把陈毅推了之后，艾迪就留了一个很随便的字条，掰了一句，然后就不跟你玩了，就进去找白宗毅，然后打了一通电话给老大。那个时候是想要放弃这段感情的吗？还是想要先休息沉淀一下自己？还是觉得未来我会受伤害，我要逃避这件事情？艾迪他什么都没在想，敢做。OK，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做了比就是被杀掉还要痛苦，因为这件事情太庞大，就是他没有想过，就是他会，就是其实这也不是他要的。嗯，就他希望的是诚意可以真正的爱他、嗯、然后他们两个可以就是好好的看对方，然后就是吻上对方之类的。但是第九集那个就不是他要的，因为那个就是他非常的神志不清，然后强制把艾迪留在他身边，但其实艾迪没有想要这样，但是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们还是就是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你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艾迪滴下眼泪的时候，陈毅那个时候知道是艾迪的吗？能不能回答？不能也没关系，因为观众朋友也可以等播完之后再来留言问他们，因为他们的经纪人跟制作人在旁边疯狂的点头。看来这一题要不好回答。这题先不要回答，每个人有每个人解释。对，嗯，可以去重看。好几次看一下我的眼神变化，对。哇哇哇！演员呢？魔鬼藏在细节里，太强了。对啊，很棒。那白宗毅，你进到监狱里面的那四年，虽然你忘了很多，但你自己心里有恨吗？因为我蛮惊讶，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其实觉得对家人是亏欠的，而不是家人亏欠我的。嗯。对，因为我自己直觉，可能是我一个，我是一个内心充满愤怒的人嘛。
对，就是因为我为我家人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我在我十八岁，然后我明明就可以考上这么好的学校，然后我甚至已经得到 offer 了，我已经得到医学院的通知了，然后我却为了我的家人，然后为了我的爱人，我去承认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要舍弃我的大好年华，然后跟放弃我曾经认为的未来。你的心里有恨吗？白中义的心里有恨吗？那个恨是指对人的恨，还是各种各种？对啊，对人或者对自己，对事物。以我视角去看的话，白中义应该恨的其实会是支配他们的，支配他们我跟范哲瑞这段感情的。那其实我在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中，其实也遭受了很像的待遇，就是被权力支配的感觉。所以以我的，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白中义到底会不会去说，就是会觉得说都是范家的人害我变成这样，害我跟范哲瑞变成这样。但以芋头本人的话，我自己其实是非常讨厌被权力支配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白中义不会恨，因为他是一个有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也很欣然去接受自己所遇到的事情，然后他其实也是抱持着一个心态，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往前看。对，我觉得很温暖，因为如果是我，我心里就会充满恨。我不知道，我也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是心里是充满，对，因为白中义很暖，然后他抱着爸爸哭的那一段，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纯真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很纯真的去爱，然后很纯真的去接受一些事情。对啊，好，粉丝在敲碗玩游戏，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毕竟女人迷不会玩那种大家觉得我可能很符合大家期待的游戏，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玩一下关系牌卡，这是女人迷的牌卡，然后我们其实都会让每一个来宾，然后我们自己公司同仁，我们自己也会玩，然后就是针对各种关系来做说明。我们要玩 level 几呢？挑好哦，挑好了是不是？在哪里？你就进来。好，这边。哦 ，OK， 好。OK。好。因为不选角色的问题。好的。好。这个部分呢，大家抽到之后就互相跟彼此回答。我们一人可以先抽个一张。好、哦，等于说我抽到就代表那个是他问我的话。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有了哈。好。哦。谁想要先呢？我先好了。好啊。你满意我们现在的关系？所以我要回答。对对对对对。哦、你要用。范哲瑞的身份，现在大家孩子们，他们现在是在角色里面，所以是白中义询问了范哲瑞：“你满意我们现在的关系吗？”那请回答在第九集的状态。我们回答两个 part， 一个是第三集还是第四集，然后一个是第九集。第四集是刚推完吧？刚推完吗？哎，第四第十第七集，第七集吗？第七集刚就是上床啊，又推了。我刚刚试图想要用不那么激烈的词，因为我一直不断提醒我自己，我现在在女人迷，我必须要用一个很有耻感的说法。刑房可以吗？交狗。这个太可好，谢谢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回答两个状态，我们先从刚结束完亲密举动的那个状态来回答好了。请范哲瑞回答一下。那我先问，我再问一次，你满意我们现在的关系吗？不满意怎么会这样看你？怎么办？我有点。I can't 差一点啊！我跟你讲，通常呢，我做这种角色，我都是在台下哈哈大笑的那一个人。现在突然把我放上来，我怎么办？继续？一定不是在荧幕前面。我有点开心，你知道吗？最怕就要演戏，不是就是要代入角色吗？请代入角色，哦啊、请代入角色，好不好？好，我先控制一下我的表情。然后专业，我是个专业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九集。
你满意我们现在的关系吗？不满意，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结束了。Kiseki， 好，截图时间哦。截图时间，日常 ending。很棒，换下一组，我真的要是不断控制我自己的表情。换下一组了吗？先换下一组，我轮流。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好了，这个问题会可能大剧透。好，来换一张号。严重的，对。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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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那一张还我。好。这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你要问陈毅，要问艾迪。对。然后艾迪回答。哇，等一下。哎，艾迪。是吧？有没有我做过哪些事让你感觉被支持、被爱？你恶心，爱你，干嘛、啊？回答，你叫我回答我就回答，不回答算了。下班了，回来哦。哎，完美绕过，好强。回来哦！哎、欸，等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回答的话，请问换几张卡有差吗？对啊，刚才没有想到，有吗？你都想用这个？我刚才突然想通了，你们是想通了，我刚才突然想通了，想通了，艾迪更不会回答这个。对啊，等一下我们会玩一个真人的，就是你回到自己的，回到自己的身份，好不好？好，现在要换范子热问还有综艺。这很好。我问一下这里。哦，拜拜。当初让你决定和我在一起的点，和现在最喜欢我的是哪一点？就是。当初我喜欢上你的点是，我忘记你每天早上都会做早餐给我吃，嗯，帮我晒衣服，帮我写功课，然后还有，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饿？所以你把我当工具人？没有啊，是其实在我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除了我的家人。这个很有细节的那一点。那你现在最喜欢我的是哪一点？现在最喜欢你的是你的身材实在太完美了。Yes, yes, yes。我刚心里的回答是那三点。那三点？没有，我们这对吧、啊？对、啊，我们是女人迷，怕这个直播被黄标。这是我自己开心了，我女人迷，我要控制我自己。我不是在游台，笑死！好，换艾迪问，艾迪你要问哦，哦你不能说我才不要管这张卡，我丢在地上。啥？什么鬼啊？好啦，哎，问你问题，问你问题，问啊，
就是啊，你不问我走啊啊啊啊啊！对啊，好，那你来问。好，我有种问，你就要有种回答。OK，OK，到位了。好了，不会的。那不要吵啊，小姐，小姐，就是哪些时候我会特别让你感觉到信任、有安全感？你觉得你每次出任务跑第一个冲进去破坏任务，我会有安全感吗？什么问题？哎，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是，再一次，再问你一次。没有啊，上一句是，不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你问我。对啊，但是你现在反问我自己。我问看我自己。对，但是我问你，你们不要吵了。啊？那我要回去，我要看到麻辣鸭血、水煮牛、苍蝇头、蒜苗中啦。人有没有事啊？好别扭的情侣啊！超像你们在那边在打架，在吵，还在吵。对啊，对对对。你们这对情侣有点太别扭，大家真的是有爱勇敢说出来，有问题直接问出来，关系牌卡就是真的，大家你就勇敢的问，好不好？不要怕。对，好，卡还我。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但是粉丝很想要让你们用玉彤、徐凯、江典跟博文的身份互相问一下彼此，但是我没有时间让大家问四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一组抽一张，然后互相问同一个问题。好吧，然后卡我就不换了，所以大家心里比较有准备，大概就是刚刚的几张。看谁代表。一组抽一张。好。还回去。这不是本人吗？不还的，这没有在角色里面，没有剧透问题哦。我不接受摔卡，不接受提早下班，就是回答，好不好？哇，工作人员帮我把门关好。好嘞。哦，我先问你，当初让你决定和我在一起的点，和现在最喜欢我的哪一点？回答后面那个。对啊。最喜欢的那一点。最那三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要，不要开车，适合你。没有。我觉得。你让我感觉到我有价值，我有价值，对你有价值，你让我感觉到被接纳、被接受的感觉。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健身的时候，你跟我讲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你变得很开心。哦，对，然后变得比较正面，对，然后其实我那当下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哎。我觉得我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可是这不是也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对，但是我你自己跟我说，就我从你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真诚，然后就是真心愿意真心对接受你的给我的想法，就是真的很认真听你在为就是讲一些对我好的话。对，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很。喜欢你的点应该是就是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聪明。哪方面？就是在很多思考方面。思考方面。有时候我觉得就被你 carry 的感觉很棒。有不是你在 carry 我吗？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听一个。我现在一定要听一个。没有啊，就是比如就是你在一些专业的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我也是一种学习。哦，对。然后你可能有你自己比较独特的见解和想法，和你们这个世代，或者是我觉得是你玉彤专属的一个，就是认知跟看法。哦，对，
就是其实我的想法其实跟一般同龄人好像不太对。对对，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换你回答他。换我回答。同样，我现在最喜欢他的。我觉得他现在带给我就是，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开导我。然后，真的啦，真的在开导我，就像他刚刚讲的那样，就是他真的在开导我，然后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然后带我去大自然。从他，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矮人，虽然我真的是一个矮人，对啊，然后他就很努力的一直要带我出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大自然。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他非常吸引我的，很温暖。对，所以他是个很温暖的人。而且他就是上次我们去那个那山那谷那个，就是他是他那个他我那时候去到看到那些风景的那个笑容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嗯嗯嗯，对。下次有机会录下来，有录下来。对，好啊，那江点跟博文呢？嗯，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呀？有没有我做过的哪些事让你感觉到被爱或被支持？嗯，我觉得简单讲，有一次我们一起来上大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藏住，然后我就说我不要再想。然后再有一次，我说我是一个愿意去讲出自己问题的人之后，他讲出了这件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我有更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我也算是还没到非常完整，所以有让我更了解自己，然后有让我觉得说，他都有在看我，然后就是觉得说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看见你了，他看见我真正的烦恼，然后自己常回家没有问他，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这是很感人的一件事情。那恨你了。有没有我做过哪些事让你感觉到被爱被支持？我觉得呢，我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然后就是我的话，然后就是我会用非常高的标准在检视我自己，然后很常我就是没有办法放松，但是他就会给我一种，即便我没有做到好，做到我的标准，但他也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已经做得很好。但这是一种感觉，就是我具体来说，我也想不起来到底事件到底是什么。但他散发出一种，就是即便我心情好或心情不好，他都会一视同仁，这种感觉。嗯，他理解你。嗯，他会用他的方式，然后他的幽默来化解我的烦恼。他给你很多的心理安全感。对，即便有时候我真的很累，然后我就是什么话都不敢讲，然后他还就是他还是会做他自己原本那一套，然后我就觉得很安心。好，今天我帮大家把时间撑到最后一分钟了，再加长是不行的。好，今天的直播到这边，那也很谢谢我们奇蹟的四位主演来这边。那当然我有看到，其实我有看到大家一直希望他们可以贴贴，然后可以亲亲，但是因为女人迷其实一直在提倡是大家可以很安心跟很舒服的做自己，所以最后我也不强迫四位做什么，他们就做一些让他们自己舒服的一个 pose 让大家截图就好了，这样可以吗？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然后来一个截图，来一个 pose 吧，你们舒服的姿势就可以了。来，那就我们可以做，这是我了。我们做吗？来，粉丝来喽！好，今天直播到这边，那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然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奇蹟。我自己本身也在看，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也支持我们女人迷。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很棒。还敢玩你？希望你们舒服的一次聊天。很棒，乐，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好啊。